发言。主席、立院同仁，本席与本院委员李桂敏、陈学圣、王玉明等14人提案，有鉴于行政院黄金十年国家愿景政策中提到要将台湾打造为优质文化大国，并将强化艺文软硬体环境、健全环境之发展准备等等列为发展目标，然而至今仍缺乏中小型规模之专业表演场馆，不满足表演艺术团体演出之需求，也缺乏排练空间，无法进行延续性的创作与排练。再者，还缺乏表演艺术园区，无法串联创作、排练、跨域合作及研究，以及合作行销制作等项目，不利于作品最大价值之创造及表演艺术产业之形成。原此建请行政院指派政务委员，邀请文化部、教育部、内政部及国有财产局、财产署等，针对上述问题，敬请研议协商，让台湾的表演艺术可以蓬勃发展，成为下一波经济动力。以上是否有？本院委员陈碧涵、李桂敏、陈学圣、王玉明等14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